不用100块就可以吃到很饱，那他吃不完那2盘。台中西滨蛋炒饭入选全台10大蛋炒饭，好价个短袜。只要走进这家店，人还没踏进去，饥饿之神已经被扑鼻而来的蛋香、炒料香给唤醒了。然而台上1分钟，台下可是花了10年功。第二代接班人陈建宏，3岁就跟着爸爸妈妈在中孝夜市摆摊做生意，长大后为了继承家业，还先到别的大餐厅当学徒练功夫。那我每天都要练基本功，这样师傅给你一个铁锅跟一包盐，然后你就要连续翻100下，让锅里面的东西都不能掉出来，这样才很挺。刚开始前半年，陈建宏天天练翻铲甩锅，练到踢球，痛到无法入睡，整只手都麻掉都不能动，止痛药吃到后来也没有用，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很痛，痛到睡不着，然后就必须要去针灸或是打类固醇这样子才能止痛。到现在还是要就是每个月就是要去看医生这样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陈建宏虽然练到 T2， 却也换来一身好炒功。他家的蛋炒饭入选了全台10大蛋炒饭，后比赛一个一个闻香而来，而且不约而同大赞分量超有诚意。分量都很足够，我觉得有点多，整个盒子都满了。我妈曾经就是有讲过说，你既然那出来卖吃的，就不要怕人家吃，因为我们这里靠近中兴大学，学生就是比较没有经济能力。我爸妈那在做的时候，就是分量都会用很多这样。除了招牌蛋炒饭外，店内受欢迎的料理还真不少，炒面跟卤肉饭跟他们家的干面很合我的口味，他们家的肉燥就是我喜欢吃的那一种手切的肉燥，比较不会那么死咸，还蛮香的啊。我喜欢吃的是肉丝蛋炒饭，还有虾炒出来的酱的味道，还有饭粒粒分明，有一种自己独特的味道，让我觉得真的很好吃。老板陈建宏就力推自家的蚵仔煎，因为陶给爸是王工人，蚵仔天天产地直送，新鲜加上陈建宏的好火功，让他相当自豪，自己的蚵仔煎会跳恰恰。同学们，台中报道。听说现在点开苹果会看不到新闻，我就不信。真的没有哎，怎么办？加入好评友会员，只要用脸书或是 Google 账号就能一键注册，也可以用电话或 email 注册，限时免费。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。